下，那就礼拜六啊。对啊，礼拜五我休息。所以你明后天要继续上班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你这次假日那么多时间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呦。第二次哦，对你啊。对。哎呦，我有新的夫人。掉下去了，他转下去第二次，他把自己转进去，第二掉下去又上来转进去，他裂裂裂裂裂，他找我，他找我，找我，又去找你了，又去找你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是找我，还是找我，还是找我，干，他到底在找谁？哎呀，这红夫人，掉得很亏耶。哎呦！直接先闪现了、啊。喂、哎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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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干，我以为他要拉板子哎、欸，结果他都拉短了这个。挂地下室了，麻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佣兵把自己弹出去了，对吧？手机端佣兵。他不是，他应该是 PC 的。他这个之前都，他之前都一直跟我打招呼。误会他，等下看他臭头烂额，我就觉得是手机端。不对，不是操作烂，是操作怪怪的。他好喜欢蓄力哦，打得不太准这个。哦，这个转抽刀给我抽到了，哇靠！这个，哇，我觉得他不会抽到的嘞。投了，投了，投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小心点，不要倒就好了。好。哇，他一定会守我。还好，那闪现还没有好，应该啦。哎呦，他切传送，哦，切了、啊，我刚才没注意到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挡到了。好，压好，压好。好的，先去跟他玩一下板子。那没关系，我去救他。他来救吗？有错的，行。等一下你给他开大门哦，往小门去了，他应该会找我，我给他故意看到。好，对，他来我这边，他来我这边的。嘿，他可能会传送哦，他这个镜像没投好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反正你倒了没关系。
对啊，很好，开局刚好就抓我们两个。我的标题还打说直接针对我们两个，针对到爆掉，有没有？